大家好，我是 Dr. Yin Sang Jo。 很多朋友们都面对着斑点还有黑色素的烦恼，他们的形成呢其实是有很多的原因的，而最直接的呢就是因为紫外线所造成的，所以防晒很重要。黑色素的形成呢是需要时间的，并不是一暴晒那就会产生。当你暴露在紫外线的时候呢，就会激发一连串的链式反应，皮肤产生了一种叫做 melanin 的黑色素，来保护皮肤不受到紫外线的伤害，这就是黑色素细胞。当它移动到皮肤的表层呢，就会形成斑点了。所以如果你像我明知故犯，时常忘记防晒，又或者是时常暴晒，那就需要 Super Glow 去印去斑神仙水的救助了。Super Glow 的成分呢，都是由植物提取的亮白精华，来抑制 melanin 的护肤成分，也能够提高皮肤的吸收能力，再加上补充皮肤大量的水分，来提高它的功效。那里面呢，就含有红茶萃取物，它是温和，可是它可以去除角质，也可以促进皮肤对美白还有祛斑产品的功效。里面也有紫茉莉提取物，来抗敏感，还有修护那些受损的肌肤。里面还含有维他命 C 和 glutathione， 这两个呢来抗氧、美白、淡斑，也可以帮助延缓衰老。我使用了 Super Glow 以后，发现产品很快的被吸收，里面的精华是长这个样的，不会对皮肤形成负担，而且我的肤色也提亮了许多，用久了还可以抗斑去印。建议大家试试看。